马路上车来车往，身为道路使用者的司机必须时刻留意路面情况，因为要顾及乘客和行人的安全，撞到人后不顾而去，简直是冷血的行为。希望即系阿仔大步揽国家人天上啦，带住全城的祝福，自己叻仔啲，加油，战胜呢个困难。两星期前，在元朗青山公路灰沙围对开马路发生一宗严重交通意外，14岁的围仔被一架私家车撞飞弹开至十几米外，意外后私家车竟然不顾而去，后来发现涉事车辆在屯门福亨村附近被烧毁。咁平時阿仔就會喺嗰個地方度掉垃圾啦，掉垃圾就跟住呢一個位置行啦，行去散步咁樣咯。佢幾乎每一晚都係即係幫阿媽咪掉垃圾啦，跟住就嚟呢啲行呢邊跟住散步咯。通常係半個鐘頭到咯，即係來回嗰日即係差唔多成個鐘。咁我覺得好奇怪，因為發信息俾佢啦，跟住又發語音俾佢啦。跟住我就覺得佢都唔睬我，冇回覆我，個心就覺得誒奇怪啦，點解阿仔咁樣嘅咁耐都冇翻嚟嘅？呢位仔，你去咗邊度啊？你唔係話行下嘅啫咩？點解你而家行到家都未翻嚟？而家十點半啦。媽媽終於收到有關維仔嘅消息，不過令佢十分詫異。10:09到咯，佢問我係邊個？你係咪彭利維家長？我係啊。佢話我哋呢度係咩交通？咩打俾我嚟嘅，咁你嘅小朋友咧係遇上交通意外喎。個警察就同我講，佢話阿仔嘅受傷都好嚴重啊，佢話係要有心理準備。我真係當時好驚啊，即係我冇諗過阿仔會發生咁嚴重嘅交通意外啊！呢一撞幾乎將維仔撞散，腦部需要插管引流，腹部內出血，全身多處骨折。包括手臂、腿部骨头移位、盆骨碎裂，要在深切治疗部留医。司机的冷血无情带出人世间的温情。维仔就读的中学布置了杂戏版，一张又一张由老师和同学亲手写下的心意卡，一只又一只载满祝福的纸鹤，尽显关怀。我有方都同佢同班到而家，真的很喜欢搞剧，我都很喜欢听一些剧嘅，比如话。唐太宗的仔叫咩？明太子。之前成日即系 WhatsApp 都有聊天，然之後中試考 UT 嗰前幾日，佢都有幫我温書咯。然之後好多都係佢教嘅，都好羨慕佢中試可以咁勁。開心啊，因為而家都過咗好耐，都冇同佢講嘢。係。咁你最想同佢講咩？即係可以正常翻一齊打電話傾偈，然之後講下笑咁咯，一齊出去食嘢。学校的祝福延续到维仔的房间，一串串纸鹤吊在床边，一沓沓的心意卡放在台面，一眼眼的幸运星整齐排列，这样布置原来另有目的。跟住啲同学仔嗰啲心意卡啊，好多张咯，呢度有咁样咯，系咯。咁最特别就系呢一封信啦，就系、是、其他学校鼓励阿仔好快啲好翻。咩？呢个灯好有意思咯，每一个贝壳。系啦。代表住一個祝福咁樣，係啦係啦，希望佢就係帶住呢啲祝福，叻仔啲去戰勝呢個困難啦，咁樣咯，係啦。所以將所有人嘅祝福都擺喺間房度，好似集氣咁。係啦係啦，就係咁啦。希望佢可以好翻，好快好翻，係啦，好快好翻，好翻，即係話可以自己睇翻呢啲所有嘢啦。佢好即係出院之後睇翻呢啲，佢自己都會好感動咯。如果係希望阿仔好得翻啦。维仔间房满载住同妈妈生活的一点一滴，床架上仲有妈妈写上勉励维仔的说话，文字背后充满爱意。我每一次挂住阿仔的时候咧，我就行嚟呢度摸下佢张被啦，闻下啲枕头啦，系咪阿仔嗰啲味道啦，咁样啦，揽下佢啊，闻翻阿仔嗰啲味道咯，呢啲系阿仔嘅味道嚟噶。希望阿仔快啲好翻，将来出院就揽翻妈咪啦。突然飞来横祸，难怪妈妈睇到仔仔喺意外之前母亲节写俾佢嘅一封信时，情绪迅速崩溃。一生人当中有两个女人最重要，一个系阿妈，一个系阿老婆。
阿仔好中意你咁有攔擊啦，即係我，阿仔真係冇中意你，就拉得好重要啊！维仔非常热衷中国历史，妈妈好担心一场车祸将佢嘅爱好从此埋没。小学四五年级嗰时就中意历史啦。咁我记得有一次带佢去睇嗰个系海战博物馆啊，同阿哥哥睇咗好耐啊。佢近排最中意睇嘅历史书啦，系关于我哋香港嘅历史嚟嘅。嗱，校长咧就写咗啲鼓励说话俾彭丽维啦，即系叫佢留念啦呢本。佢好開心㗎！佢收到依本歷史書嘅時候，歷史咧就好多時喺個級嗰度考第一名咯。佢大個咧，佢話俾我聽，好想去睇睇係英國個白金漢宮啦，因為佢話以前嗰啲好唔同，用金嚟整嘅嗰個白金漢宮係，佢係咁同我講咯，係咯，咁睇人哋嗰啲咩上議院、下議院啊嗰啲，係咯，諸如此類嗰啲咯，就好可惜，而家仔就瞓喺醫院，唔知幾時先好得翻。庆幸警方日前终于将撞到维仔的司机拘捕，事件涉及至少三人，他们更被揭发之前已经有撞伤人的记录，撞到他人不顾而去，的确令人气愤。原来这个人首先就是无牌驾驶啦，无牌驾驶之余，仲要系即旧年的七月份就都是危险驾驶，捉唔到佢，跟住结果嗱，我仔就是受害者啦。今次就係一個受害者，好嚴重啦，撞到阿仔傷到咁交關，咁即係而家拉咗佢咧，我好希望即係佢一定要受到法律嘅制裁咯，即係唔好再俾佢出嚟咁樣害人咯。世界總有希望，大家嘅祝福之下，喺 ICU 一直昏迷嘅維仔喺接受完盤骨手術之後，終於甦醒。不過醒來嘅反應嚇咗媽媽一跳。佢問咗我好幾次啊，媽咪，我點解喺依度嘅啫？發生咩事啊？咁樣噶，我話仔你係真係唔記得㗎仔，佢話我真係唔記得啊。可能即係一下撞落去嗰下咧，即係嚇到佢三魂唔見七魄咁樣啊，唔記得曬啲嘢啊。佢雖然而家有啲糊塗，佢有啲嘢係記唔起，但係佢都有啲嘢都記得，仲係清晰嘅。咁啊，媽咪就放心啦。咁就咁啊，梗係開心啦！即係話喺絕望中等到佢希望，咁啊希望佢以後咧一步一步咁樣好翻咁啊，翻翻學校咁。咁我咪最開心咯！覺得自己可能會冇咗仔噶啦，但係依家阿仔仲醒得翻，可以同阿媽咪交談啊，又記得阿哥啊，記得阿爸爸啊，咁樣係好開心啊！真係太多謝啲醫生，太多謝幫阿仔報警啦！好關鍵，呢兩個人都太關鍵。仲有好多謝我小學啲同學，我冇諗過啊，我冇諗過佢哋會籌到一筆錢俾我，雖然唔係話十分好多，但係對我哋啲普通家庭嚟講算唔錯啦，係少少地啦。雖然係可能阿仔就係有呢啲力量，所以支撐到佢撐咗第一關，所有人都好感恩啦。